近日，2015艺术公益人物分享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音乐家曹鹏、设计师孙彤等共七位来自社会各界的艺术家被授予了艺术公益人物实践者的称号。他们在现场和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此项盛会为了推广艺术公益的理念而召开，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新娱乐在线，最后报道。